用你的教室讲给他们听。那个板跟板之间的缝隙太大，然后那个板跟板的那个铺面也不够平整，所以轮椅在走在上面，其实上有时候可能进去就出不来。然后那个凉亭跟路面的那个落差也蛮大的，所以轮椅基本到那里也没办法。还有他的桌椅，其实轮椅根本没有办法靠近，因为他坐采用的是固定式的，最好是可以留一半的位置给轮椅坐，就是把一半的椅子空出来这样子。